哎呀，糟糕！你被开罚单了吗？是超速还是违停？先别崩溃，睁大你的眼睛，这不是红单，而是红色炸弹。老鼠啊，傻傻分不清楚哪里啊。BB 违规照片就是小两口甜到蛀牙的婚纱照，罚金变礼金。一开始看到一会吓到，以为是红单，就是那个结婚的喜帖。以前都是我们在写这个单子给别人，现在竟然收到同事写的单子给我们，而且这包也要，这个可能。这个罚金可能罚款可能有点高哦。喜帖格式几乎和罚单一模一样，内容是警察新郎创意发想，幸福指数爱心无限大，填单人变成男女方家长，就连条码也印上去，做得很像，还写幸福直字，我、哦、这个都做的细节做得很好。对啊，哦，这里要1314。之前也有人用过这样，他觉得自己挑的蛮适合，不错。男主角是南投草屯原景，今年才30岁，与女友交往多年，决定走入婚姻。原定今年2月完婚，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年底宴客完成人生大事。东草屯。警察发挥创意设计结婚喜帖，让亲友们第一次收红单，收得那么开心。记者曾伟翔、徐玉文、刘慧宇南投报道。怕的出轨联动用，12月12日起跟着中天走，掰了五二台。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弯转编辑，同步下载中天快点 TV App，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。订阅中天，守护台湾，刷一排加一。